个相机会是谁呢？那又会是他吗？那又什么事呢？哎呦，假装正经帮他把问题都摆给那又不得了了，那又去吃饭了。哎呦，明明心里很喜欢，却保持着距离，哦，怕被伤害，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，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。直到一天看见他和别人在一起，听你的哥哥相机会是谁呢？那又会是他吗？那又什么事呢？哎呦，假装正经帮他把问题都摆平，那又不得了了，那又去吃饭了。哎呦，明明心里很喜欢，却保持着距离，我怕被伤害，就伪装出高冷的表情，以为这样总有一天他会接近你。直到一天看见他和别人在一起，弟弟的哥哥相机会是谁呢？哪有